Hello， 欢迎大家学习这个爬虫课程啊。那么之前的话，我们是已经把这个 URL 库啊介绍的差不多了，好吧？其中啊该介绍的都介绍了。那么这里的话，我们就留一个小作业给大家看，给大家好吧？这就是爬取这个内行棒子这个网站的一个真的实战的一个作业，好吧？那么这个链接的话，我这地方已经列好给大家了啊。只要的话，我们的话这个地方来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来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就是这个地方的话，首页第一页是吧，我们是已经就是你在进入到这个页面的话，它就会把这些数据把它给加载进来。那么现在我们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作业呢？我们这个地方右键来检查一下啊。现在的话，如果你想要查看更多这个内行段子更多的这个东西，你是不是应该要去点击这个什么呢，加载更多啊。那么我们点击加载更多的时候，是不是就会去发送网络请求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比如说点击加载更多，它这个地方的话就发送这个网络请求。发送的这个请求，这个请求的话，它是通过这个 get 的方式把所有的这些数据把它给拿过来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下面是不是又多了这么多数据啊，对不对？又多了这么多数据啊。那么这些数据的话，它就是通过这个什么呢，这个请求把它给拿过来的，然后的话是通过这个 get 请求拿过来的啊。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需要大家实现一个虚实，把这个作业完成啊。就是说你只要能够实现一个啊，就是说点击一下加载更多，就可以把这个数据拿过来的这个一个作业就可以了吧，好吧。那么如果你能力比较好一点，对吧，你想做得多一点，那的话你还可以把这个程序写得更加完善一点，就是你可以写一个什么呢，加载多页的或是获取更多的这个数据的一个这种爬虫，好吧。那么这个就当成一个小作业，非常简单哈。这个作业的话比我们那个拉钩的那个案例的话是简单的不要太多啊，这个的话非常简单啊，所以的话大家就当做这个作业啊，自己去做一下，把自己做一下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的这个作业的要求哈，我们就讲到这地方啊，希望大家也是可以去做一下吧，可以做一下啊。其实有事没事啊，你也可以到网上去看一下哪些网站你想爬，对吧？用我们今天讲到的这知识点啊，然后的话去网上去找一下，去爬一下啊，锻炼一下手，对吧？锻炼一下手啊。好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的这个作业的讲解我们就讲到这地方啊，感谢大家。